我最怕尼哥杜拉达姆斯的预言，说这个世界会毁灭了。这无聊嘢你都会惊嘅？冇错，海尔啊！只要我本夫系天不怕地不怕。讲大话，你明明好怕妈妈嘅。妈妈呢几日翻咗乡下，所以我系冇嘢好怕噶。咩都你讲晒啦。你净系喺度讲人，不如讲下自己啦。我完全冇嘢系特别惊喎。你样样都惊，所以唔知道最惊系乜嘢啫啩？系咁，一边帮佢查证下啦。大家就攞一啲大雄可能会惊嘅嘢嚟啦。都几有趣。咁无聊，大雄我哋走啦。好啊。大雄，你想走啊？唔系啊，阿静啊，你自己走先啦。但系冇事冇事，咁我走啦，拜拜。系咁好啦，会令到大雄觉得惊嘅比赛开始。即管放马过嚟，预备落。唔好俾佢睇到啊，要突然摆喺佢眼前噶。O K， 得，冇重啊。唔理咪，都唔系好惊嘅喎。下一个，对啊，得唔理咪，好好。跟住到我咧，哇，好犀利啊，三十厘米，好嘢，我系第一，第一，第一，收工。最惊嘅就系胖虎啊！实在太残忍啦！佢哋竟然夹埋一齐嚟虾呢个冇咩关系又远嘅，而且仲好冇胆嘅大雄，太过分啦！你会唔会讲得太过分？唔可以原谅啊！恐怖箱喺呢个箱里面装满咗一啲非常之可怕嘅模型，等佢哋都试下嗰种滋味啦！好啊，胖虎喺嗰度。即管看住你，我要令到你跳起一米高。好啊。喂，你不可以觉得害怕的，都说了是模型来了。开始了。好。这样完全不害怕。好了，试试这样吧。咁就连续攻击啦！我都嚟啊！真系好烦啊！哎呀，点解佢一啲都唔惊噶？咪就系咯，我谂胖虎佢一定完全冇嘢惊噶啦，都系放弃咯。唔制啊！我发生乜嘢事啊？真系好对唔住啊！我又系佢哋嘅杰作，一定系想吓我咧。啊，胖虎！哦，小夫，都系放弃罢啦。唔制，绝对唔制。系啦，胖虎啊！胖虎你真的没东西怕吗？怎么会有一样东西怕啊？应该有啦，说我知道。其实都有的，只有一样东西是我很害怕的，我想起就立刻打冷震。胖虎害怕的到底是什么啊？那样东西说给我听啦，我绝对会保守秘密，不要说给任何人知道。唔会，绝对唔会讲，一定唔会讲。我惊嘅系，豆沙包。吓？豆沙包？你话食得嗰啲豆沙包？啊！你唔好再讲啦，我净系听到个名我就会，觉得个心都寒埋啊！你冇事啊嘛？你去嗰边公园度唞下先啊！得人惊。听唔听到啊？胖虎佢话好惊豆沙包啊！竟然惊豆沙包，一定系喺
细个嗰阵，咁样一定系发生过啲咁嘅事啊！乜系咩？快啲攞豆沙包出嚟啦！吓，头先你唔系买咗嘅咩？借嚟啦！嗰啲系我买嚟做零食噶，唔紧要啦，好快会俾翻你噶啦。好啦，冇事啊嘛。好好多啦。半虎，我原来系大雄啊！吓到你，跳起一米高啊！我豆沙包啊！多谢你喎 ，thank you。好，好味，系啊，好味。点解咁样嘅？我啲豆沙包啊！估唔到咁易就上当喎、啊。不过佢大雄啊，再见啦！下次我惊现难难嘅场，我哋果然冇可能令半虎佢惊啊！哼，唔得啊，唔可以原谅佢啊！无论如何，一定要令到佢惊啊！边有办法？半虎佢无敌噶。有冇人啊？我喺嗰度啊！嚟啊，叔叔，你捉稳啊！你冇咩事啊嘛？好多谢你哋啊！我上去修理屋顶，但系上对惊到唔敢喐。哎呀，吓得我啊！咁大只嘅人，原来系咁冇胆噶。佢呢啲咪叫做畏高症咯？咩嚟噶？畏高症是指那些很怕在高的地方的人，另外还有很怕在封闭地方的幽闭恐惧症之类，有些是很怕广阔的地方，有些是怕黑暗的地方，各式各样都有的。啊，有了，令半虎变成某种恐惧症，那就可以了。怎么变啊？恐惧症印章，那就令它变成有畏高症，还简单一点啊，例如是画个四方形，四边人，嚟得啱啱，四边人系四边人，故事系四方形，只要见到四方形嘅嘢就会好惊，我真系四方形。令半虎变成乜嘢恐惧症好呢？好啊，你要三角形啦，等阵佢实会好惊啊！哎，跳一米啦！大雄啊！哇，三角形啊！三角形好替人惊啊！大雄。有冇三角嘅部分啊？冇啊！好惊啊！
佢惊多啲啦。要收集更多圆形嘅嘢。嗰啲系你哋做嘅，所以我都觉得好奇怪噶啦。你哋两个真系好大胆啊！